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偷開車》，我是王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啦，虽然台股大跌69点，该让你赚的，通通都让你赚到了，对不对？胜者为王啊！来，今天跌69点，指数收在9571，一大早高点在哪里？好，我们看一下。9654.67，这个是这一波最高点，我们在这里先卖一趟，胜者为王啊！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继续涨停板了，继续涨停板。昨天带你卖，含今天带你卖了，通通都大赚哦。那我待会告诉你我卖什么股票哈，再强调一遍哈，我不会每天跟你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哈，打刚跟你生游戏有没有用？我讲过哈。精选标股真的让你看到买到赚到啊！那看到买到赚到不是用嘴巴讲的哦，一定是告诉你我怎么做的哦，我在哪里买，我为什么要买，我买完我告诉你我在哪里卖，我为什么要卖啊？这样够不够清楚？开到今天一大早啊，还有人跟老师说：“切记挖贝贝，我要买那一档会飙的股票，跟油田一样的，有没有？”赔钱变赚钱，赚钱变大赚，有没有？拍谁啦？不是我不带你买啦，因为你也买不到啦，跟油田一样，连买都买不到。我也没办法啦，这不是我的错啦。来，这最近最大的新闻啦，人人都玩得起，我就奇怪啊。嘿，阿帕契也袂加一啦，你又何必去玩阿帕契呢？超奇怪，对不对？可以吃吗？你会开吗？这个人人买得起，你不去买，你去，我的手额啦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至少你还买得到了哦，别打灯去吃头啦。来，4月8号，今天哦，台股大跌哦，跌60几点哦。我们的超级新主流、超级主流股3455油田，再度跳空。涨停板，今天啦、第六支涨停板了。我们布局一个礼拜，买了一个礼拜的股票，最近这个礼拜天天涨停板了。不是这个礼拜再买哦，上个礼拜再买的、上个礼拜哈、光加码单已经狂赚81%以上，从28.5块的二字头飙到今天四字头43.5块。我们啊，三重中心街的杨妈妈300张大赚400多万，不到一个月啊，他今天就跟我讲了，老师啊，还不到一个月呢，我们已经赚了4-5年的位费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赚了4-5年的位费啊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我的想无啊，400几万啊，来。重点是今天做什么事情？今天早上还是在卖股票啊，4月8号还没开盘的时候。那重点是还没开盘，你在做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你在冲啥了哦。最近这两天涨了150点，量能没有跟上，所以短线应该要出现震荡了，短线应该要压回了。阿北亏房你有知啊？那是像昨天我先调节一档股票哈，你昨天就知道了，你卖阿公你涨啊不知哦。这涨啊！4月7号，昨天三方波段飙了快7只涨停板，现获利落袋，新招几抓收工，我让你7只涨停全部赚到手，有没有让你赚到手？有没有有买有卖？7只涨停板全部拢中赚到，不含加码单，我没有再算加码单的啦。啊，那算进去的话。10只涨停起跳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大赚哦，赚到快发疯哦，看看被迹象哦，你自己看哦，你自己看哦，不安加码单哦，7只涨停板哦，啊油田呢？我油田我不要躲开跳空涨停板呢，你说我要接怎么办？今天跌69点呢，胜者为王了哈，看清楚哈。如果未来的行情你都规划，你都知道怎么做了，
你会每天在追股票吗？不会吗？没啦哈，不是每天哦，来跟你讲万点万点万点。请问你告诉我，现在还有人告诉你万点吗？没有人要讲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准啊，万点都不会来啊。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啊，你别傻了啦，万点没有那么简单呐。3月13号，礼拜一，波段最高点，请你卖股票。全球股市通通大涨，我跟你讲，该休息了。如果你知道未来会休息，如果你知道台股会拉回，你会去追股票吗？不会。从此之后，后面你看到的新闻都是利多啦，资金狂潮，外资汇入2000亿，大跌300点之后，我请你买股票，把酒客大捡便宜。请你傻傻的买啊！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啦、哦？有没有？那叫利空哦，上低点的时候哦，高兴到流口水哦，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呐、啊！台股当天跌115点，买完之后呢、欸，老师这弱势反弹啊，这弹不起来啊！结果呢，真的如你所讲的啊、哦，又跌下来了。他敢大跌，我一样敢买，买了一个礼拜，飙到现在还在飙。如果你每天都在赌行情，一定十赌九输。如果你可以掌握行情啊，你未来会赚到手抽筋啊，有没有道理？我找你也没恭喜，我老师的探在嘴，那你都事先预告呢？有啦，我有跟你讲啦，卖讲我不跟你讲啊，啊你也嘛知影我要讲啥啦？再强调一遍吼，做股票唔能够靠运气啊，吼，卖讲有呀，我就跟你讲哦，用猜的要赌运气，一时一时尔啦，一拜两拜尔啦，你要股票市场要赚大钱，你要靠实力啊。只有实力啊，你赚钱才能长长又久久。你告诉我有没有道理？那谁有实力？听老师说功力有实力啊。老师啊，每一个人都说他的股票很飙啊。现在所有人都有油田啊，对不对？他敢把那操作摊在阳光底下，让所有人检视吗？有扣讯，有真相。请问你赚了吗？再讲一下哈，顺带一提哈，来。有没有？这是4月1号的时候，请你站在买方，有多少我买多少。隔天大涨121点，大满贯全 A 打。昨天一样全 A 打，但是不是叫你去追股票哈？包含另外一档股票带你卖的哈。我们先讲哦，不急哈。来，油田还不急了哈。来，注意看哦，不是在讲鸿辉哦。上礼拜带你卖鸿辉创波段新高，你顶在问啊。老师啊，那不是上关键啊！你在这一天叫我卖，加这里叫我买啊，这里又叫我卖，大赚出场做两抓哦。来，3月20号，这个是我们3月20号买的，对不对？利空的时候隔天带你买，然后呢，飙了一个礼拜，台股大跌一个礼拜，它飙了一个礼拜。这短线的部分啊，台股大跌78点哈，隔天创新高卖掉，有卖哈。那我卖掉做什么事情？上礼拜我做什么事情？全数获利落袋哦，4月2号哦，卖掉哦。当天我请你把资金转到物联网标股利端，6425的利端买回多单，再度发飙，准备再度发飙。当天早盘买，收盘几乎最高，从早盘拉到尾盘，隔天小涨，今天大涨，几乎快要涨停，卖，有啊，利端。连飙3天，再度大赚，大获全胜，获利落袋。请问朋友们，有没有大赚？掏钱我做鸿辉，鸿辉拼命涨停板，卖掉转利端，利端拼命涨，利端卖掉，休息之后转鸿辉，鸿辉又大赚，大赚完回来，哎、欸，买利端，利端又大赚。哦，这个是短线的部分哈、哦，不建议你自己做，有兴趣。拿闲钱来做给他你啦哈、哦，事实上呢，其实你也不用赚很多了、哦、每个礼拜你只要有把握赚一成就好，一支半的停板就够了。你只要每个礼拜有办法赚一成，2个月后超过一倍，你的100万呢、啊、就会变成200万。请问你告诉我要每天涨停板吗？不需要啦。我老师啊，啊你的股票，你的股票每天涨停板啊，无法度啊，啊就收标啦。老师你讲啥啦？讲来讲去嘛，不是讲。来来来，这一档股票叫做油田。再强调一遍哈、哦，我不是带你买在起标点而已哦，我会告诉你起标点在哪里，让你买在起标点。因为
我要让你知道任何股票它发动的原因，因为每一档股票要飙之前，它要发动之前，它一定有原因，它一定有理由。那如果你可以领先市场早一步知道，你敢不敢买？你当然敢买啊，而且你要知道起标点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油田要飙了？你知道为什么它要飙吗？还有人告诉你，3月30号，油田已经飙了两三只涨停板了，跟你讲说，哇，它的指标啊，它什么东西啊，开始发动了，还帮我们抬轿，就我求呀！最新的触控系统 iTouch 瞳孔追踪器，这你都知道哦，不用再研究哦。3月17号，礼拜二，波段最低点没人要，你是吓得半死，我老师啊，你哪喊慢了？你介绍这种股票我买，有影无？你自己去回想了啊、哦，你回完你改想看卖啊？当初你收到这种口讯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现在你也很想笑，对不对？3月17号，礼拜二，没人要，我大买特买，拍谁啊？当天收盘29块，现在43块，当天最低点28.5，卖公买咧上低点啦，29块多你就敢买了啦，有没有？油田利用拉回盘下买进多单，2年大底的起标点37号，人气我取。杀到28.5，没人要，我带你买。再加嘛，29块多，再加嘛，还是29块多。啊，买一大堆，老师你买一大堆，害我跟着你买了200张，买了300张，杨妈妈300张，到今天赚300多万，哎、欸，不是400多万哦，被气笑啊！我老师一世人慢大概才多少钱啦？不到一个月啊，赚了4到5年的会费，有没有？台股要开始要跌了，油田礼拜一开始大涨，礼拜二大涨，礼拜三平新高，礼拜四继续涨，礼拜五直接拉到涨停板，台股大跌115点，台股是从礼拜一跌到礼拜五，我们的油田从礼拜一飙到礼拜五，啊，重点来了，礼拜五是他第一次涨停板，我告诉你，这只是刚开始，为什么叫刚开始？去年的单子。从赔钱赚钱变大赚，所以股价突破3年大底，飙涨3倍。今年的油田突破3年大底，3月17号哦，飙了一个礼拜。为什么叫刚开始？因为3月17号它突破3年大底，一样赔钱变赚钱，然后变大赚。所以3月17号开盘一价到底。跳空涨停板，3月30号礼拜一，2分钟直接涨停板。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从这一天开始哦，台面上所有人都告诉你他开始要买油田，你怎么买得到？开盘买在最高点，开盘买在涨停板，你赚得到吗？啊，当然还是赚得到了哈。当年涨停板了哈，你买公你别加，你别加，你别加，臭西洋对不对？3月31号礼拜二继续狂飙，4月1号礼拜三大震荡，这里我还要买，在这里跟你道歉了哦，拍死买不到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油田太飙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飙。当天台股大跌78点，他还是没有来，我也没有办法、啊。但是你底部买了一大堆啊。你买100张的也可以，买了200张的也没问题，买了300张那更好。好，来，4月2号礼拜四直接涨停板，4月7号礼拜二又跳空涨停板，爽到不行啊！今天嘞，一样跳空涨停板，串到快发疯啊！请问你发疯了吗？我们的油田已经发疯了。我什么时候带你买的？不是这里哦。是家哦，有没有？每大堆啊，底部疯狂大买啊！
正式从这一天，从这一天开始突破三年大体正式发动啊。后面呢、啊，你想买买不到啊，两只涨停，三只涨停，创新高，第四根涨停，五只涨停，到今天呢，43.5元了哦。从这里28.5买了一大堆，到现在43.5，全市场赚最多是谁？我说波安赚到快翻掉哈，我连卖都不想卖啊，看他的气笑啊！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连加码单都赚快80%了，合计快赚快80%了，快发疯了哈！你赚到了吗？还没赚到，请你跟上脚步哦。标股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，要赶快跟上。标股俱乐部给你最大的帮助，想大赚的赶快来进广告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I still, je t'aime。我爱你。只是我爱你，而是保护你。发发发专案，让你一路发发发，超级大优惠，通通只要888，让你轻松的买，开心的赚，超级优惠只要888，马上速播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，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碧潭山水在门外天天上映，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，澳洲 PTW 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，碧潭水岸捷运景观宅，双水湾2913-1333。欢迎到我家现场啊！想清楚，只有谁可以帮你赚大钱啊？今天台股大跌，要不要害怕？不用紧张啦啊！谁最爱买标股，最爱帮你赚大钱？不是每天跟你玩游戏哦，就无聊哟。精选标股真的让你看到买到赚到。任何股票在标之前一定有原因，你要领先市场知道。谁有办法让你领先市场？谁有办法让你买在起标点？你会发现哦，很奇怪哦，过去每一天啊，都有人跟你讲。一个人一组人买在哪里买的几百张哦，我很合理怀疑你们老师已经把我算进去了。我带你买在起标点呢，请问你们大赚？每一张股票都一样哦，任何股票都一样。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起标，再强调一遍哦，给你三大保证：保证带进带出，买得到卖得掉，保证绝不凹单。所有的操作一定有凭有据，你收到跟我收到的一定一模一样啊！也就是说啊，我们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如果没有依据，你可以安心的买吗？你敢买的多吗？所有的进跟出一定有证据啊！你不用担心了、啊，你会变成孤儿啊！
股票买买，结果摆也袂叮当啊，对不对？才是获利最大的保障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哦，每一档股票通通都一样。如果凯威你不知道为什么会飙，你敢买吗？还是每天只会歌功颂德，数涨停炫耀绩效？股票在飙的时候，每天都在数涨停哦。跌下来了不讲了，凯威不见了，他也没有叫你卖哦。啊，到底是跑到哪里去了？没去啊！告诉你他为什么会飙，带你买在起飙点。当一档股票飙了五只涨停板，我请你把它卖掉，剩下的留给别人赚，有没有？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会飙，然后带你买。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卖，所以我带你卖，赚到快翻掉。请问，今天还会有人跟你讲凯威吗？一个月过去了，凯威跌停板了，到今天还有人在问我凯威。他说啊，他们老师说啊，凯威会飙啊。啊，我叫你卖，过了一个月，你还是没卖。一样啦啊、哦，我能帮你的，我尽量帮你哦。不知道怎么做的，赶快跟上脚步哦。不知道该怎么办的，赶快带枪投靠哦，赶快的得利哦。任何股票都一样啦、哦、每一档模式都一样。为什么会飙？你要领先市场。你要早一步知道，当你知道了，你就敢买，你就敢大买，买在起飙点，疯狂大涨，飙涨，继续涨，再创新高，卖掉，卖，我一定会讲，整理完准备再飙，带你买，再飙，再涨，再创新高，卖，我一定会讲，七天赚五只涨停板。我不是乌白人话啊！你搁敢讲你无赚？看也看得懂，划线给他走。所以当他要飙了，我把他买回来，几乎买在最低点。请问这是不是最低点？请问这是不是最低点？台股大跌，他开始飙了。我在他喷出之前再加买一次。四月二号礼拜二是终于涨停板第六根，四月七号礼拜二昨天再拉第七根涨停板。卖收工有哈，这昨天哈四月七号获利落袋，很清楚啊。今天要创新高，随便你卖，你想卖比我高 OK， 但是记得跑，不要没卖。今天跌下来创新高，你不卖跌下来哦，昨天就在卖了，拍谁哈，又大赚哈。请问七天七根涨停板又赚到？全部赚到，不是全部赚到你啊，赚到快发疯了哦，赚到要起笑啊、哦！哎呦天呢，没互讲哈，拍谁哈？我买哪里？我买哪里？我们在这里大买，一直买，买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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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，然后呢，后面一路飙涨停，到今天还是涨停板哦，从二字头一路飙到四字头，从28.5。飙到43.5，赚到快发疯啊！到今天还是一价到底。如果你还没赚了，跟上脚步一样，飙股俱乐部给你最大的帮助，让你买全场最飙票，如果量大赚，那就要跟上明生老战略，让明生 money 赚大钱，祝大家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数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。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发发发专案，让你一路发发发。超级大的优惠，通通只要888，让你轻松的买，开心的赚。超级大优惠，只要888，马上速拨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
者你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；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台北东区门户，南港四铁正核心，五分钟，百货、影城、捷运、高铁，万平校园正对面，双美馆27886888，新复发。小王、老王都是大王奔。双层火烤牛肉，淋上特制大王酱，哇！大王堡，大王升级堡，火烤就在汉堡王。为机上盒，让电视有无限可能。现在申请，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今麦中岛无人检啦，我用我的大黄蜂载你来登，变形金刚。只要饮酒开车出代志，保险公司会伫个赔偿受害人了后，各项肇事责脱你赔金，而且无保会阁加罚一条。哦，阁大黄蜂嘞，拢甲我坐消防顶去啦！饮酒开车上危险，害人害己无保险。回国21天内若出现不适，请先拨打1922防疫专线。1922提供24小时国内免付费的传染病电话咨询服务，预防伊波拉等传染病，非必要请勿前往疫区。若必须前往，不接触禽鸟、野生动物或接触病人，不生饮生食，注意个人卫生，落实勤洗手、咳嗽、戴口罩。疾病管制署关心您。